学们好消息，从今天开始，爱的休学旅行将迎来一周四连更，周一休学日记 PD 娱乐，周二正片，周三会员加更版，周四正片惊喜加码，每天都是甜蜜暴击哦。吃饭来了，我们过去吧，我可以先把那个肉烤了。 OK， 公主请出发，去去去去去，哼，他们已经过去了吗？是吧？好像，哎，门口那烤串。哎呀，这弟弟，你烤得更好。还好嘞。看点道。嗯。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有猴！有猴！有猴！哎呦喂！哎，怎么没看到脸啊？我吹脸吹得通红。热的胀了都。Hello， 羊肉串。呀，有饺子。饺子，吃饺子，包着饺子，面条着，嘎汤火烧着。开吃。哦，谢谢。嗯。嗯，好吃。茄子好吃，菜也太好吃了。哎，你小心这个。这好好吃。我烤个串吧。那你把衣服呢？好啊好。加油来！肖总加油！哎呀，好嘞，肖总加油！谢谢肖总。好，谢谢肖总，谢谢肖总。嗯，我觉得我吃不出是什么肉，但很好吃。知道吗？知道吗？我真的没吃出来是什么肉，但肉香的，要是有点醋什么的更好了。外面有醋。哎，冲出去吧。这茄子真的好吃啊！哎，你别这么说，去芊芊。这是醋吗？我也是得找醋来着。有吗？好像不是哎。哦，都不是。没事没事，你别弄，我来拿。不是醋，只有酱油。啊，那不用不用不用，快快进来。酱油吧。快进来。你快进来，我还说你大碗你穿太少了。对不起，我都没觉得你给我去拿这个了，谢谢谢谢谢谢。哎，这里有西兰花哦。好，我来。对，你们要吃蔬菜的，这里有西兰花。我其实有点想吃你面前的牛肉。这个吗？哦，不知道、好吃吗？不知道，我还没吃过。你们家里会做饭吗？平时？不太会，做外卖多一点。小孩怎么办啊？就我也有尝试，我努力的自己要给孩子做饭。真的是他都不吃，不好吃。哎，你有担心以后孩子小了，长大了之后回忆不起妈妈哪个菜吗？不太担心，因为我小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姐，你在说出这个问题之前，我甚至脑子里没有这个问题。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嗯，因为我妈每次一来，我就会觉得哦，吃到我小时候的味道了，就是我妈妈做的，就是任何的菜，就是我妈一做完就觉得啊、哦，这就是我爱的那个味道。幸福的你，你太幸福了。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开心乐园餐。因为我婆婆在家做的比较多，然后会我妈妈做，我突然觉得我女儿就没有妈妈的那个味道。然后我会强迫我自己，偶尔还有时候信誓旦旦跟女儿说，对，这个周末我妈妈给你做一顿。而且我女儿真的会很期待。姐，我就是那个没有妈妈的味道的小孩，所以也还好。我家里都是爸爸做饭，上海男人吗？啊，对对对，我家也是我爸做饭，但做的很一般。我爸做的很好吃，如果我爸生病的话，我们的晚餐就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我们家生不生病都很完蛋，太可怜了。而且我妈根本不进厨房，这厨房跟她没有关系。每一个瘦子都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饭吃。但我觉得就是，
如果以后当外公外婆了跟他，然后我们家里的饭好吃，下一代的人会更想来我们家吃饭，就是因为一百人聚在一起，因为想着啊我好想吃那个菜，然后就会有这个作用，就是把人跟美食这样子聚在一起，然后也会有那个美食的回忆。Hello，Hello， 哎呦这火，我陪着你，啊，尊度假度，真的，你放心，哥哥不会让你孤单的。我就在这坐着，什么都不干，主打一个陪伴。那么冷死了，我乐意，行吗？不太行啊，这边还嫩着，差点意思，对。还用撒点什么不？就是撒那俩就好了。那个撒盐哥吗？这样我管这个你管那个行。这太夸张了吧，主打一个人烧吗？一块露出火星子，知道什么感觉吗？无敌旋风烤吗？哎呦！老香了，肯定的。哦，巨香无敌香。那有点黑呢，就是。妹妹。怎么样，你们完成你那个来？来了，这是热乎的，这热乎的。辛苦了。来喽。申请一个，谢谢。好的。辣的，谢谢。好的。一看就好了。感谢，谢谢。你们知道川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燕林哥拿一个。你学的好像。他这个是在学东北的那个摊儿的老板吗？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他有油吗？就往下淌，他油就全都是。感觉很激情的样子。哥你来个起来的，等一下咱俩一起来啊，来一二三。正宗的撸出火星子了，他们玩的挺开心。大熊真的平时也这样吗？大熊怎么样？那么活泼。对啊，他释放了吗？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应该会是比较，他有点腼腆，但他真的很活泼啊，他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很投入，很会去玩的那种。潇潇，哎，来了，你们俩差不多了，来吃饭吧。好的，这咱俩给他这些大哥发一发呗。OK， 可以，给大哥发一发。可以。要不他们把你看半天了。来，每人来一串。谢谢。来，别客气。来，跑过来的都有啊。来。来。都有。都有了吗？对。有了吗？来，小哥，别客气。来，女孩两个。吃点，太冷了。你们也辛苦了。谢谢。哎，好。哎，辛苦。来，小哥。来，正好，齐活。你们玩的怎么样？嗨，冒火星子了都。你会不会又头晕啊？过会儿。不会，贼嗨。我们玩个游戏，叫做海龟汤推测。
这样子，我们今天一共玩五轮，每个家庭出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比如说王彦霖和佳妮一起出去吃饭，然后结局是佳妮哭着回来了，佳妮哭着一个人回来了。后面我们大家要来猜，你们两口子可以先商量好，你们只能够说是或不是。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你们吵架有关，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是或不是，然后我们来推理，最后把这个事情推理出来。就所以每家先商量好，你们只能够说是或不是，这不知道吗？就所以每家先商量好，然后我好来，我来，你说一个跟自己有关的，跟自己有关的。OK，A 就是A 就是我在澳门刚开完会。OK，然后 C 就是我从230米跳下来的。OK。你是开完会之后去参加去游乐场了吗？没有。你去开完会之后，这个会议里面的人跟这个澳门塔的跳这个 bungee jump 有关系，所以你想体验一下，跟 bungee jump 有关系。我只能说有跟没有，对吧？对。啊、嗯，有过有。所以他猜的是对的，是吧？这方向是对的。就跳那个 bungee jump 对吧？啊，对的，他是直接猜对了。啊、哦，你们猜得真快啊！哇塞！但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好好奇啊！其实怎么说呢？你是游客吗？所以想要去那个？没有，我今天早上不是跟你们讲吗？我那个缺乏这个肾上腺素嘛，我检测出来我的，左边的肾上腺长了一个好大的肿瘤，检测出来已经是有个橘子那么大了，那个做好大的手术。又半个肾里面被抛开了嘛，然后里面的这个半个肾也被切出来了嘛，啊，因为切了一个出来，所以我整个人生就会去追求这种就是肾上腺素，但是我又比较怂，就那些有可能会让我死掉的我又害怕，这个频率跟我开会的频率是没啥差别的，等于说有一天你们说啊我要去买杯咖啡，我在澳门的时候就是哎我半个小时空档，我上去跳下来吧。来，我来一个转折一点的。周先生带他女儿出去玩，女儿哭了。哇，这个很难哦。因为妈妈不在。没那么简单，不是。跟你有关吗？跟吃的有关吗？跟玩具有关吗？不是。跟学习有关吗？不是。爸爸骂他了？没有。吃到了冰淇淋，激动的哭了。没有，不给他买衣服，无关。但是跟衣服的元素有点相关。开股吧，拆不了了姐。但是跟衣服的元素有点相关。爸爸给他扎了一个和这衣服毫无关系的头发。跟这个有点关系，往这个方向靠。他弄了一个发型，然后他爸给他扣了个帽子。往这个方向继续走。咱跟发型无关。你好厉害哦。发型无关。我是不是做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啊，他出去好心帮他整理一个服装，扯烂了，弄脏了。前面一半对了，弄脏了，就是把水倒他服装， no, 吃的东西沾到， no, 或者是拉链拉断。No. 对不起。我已经可以说的都说哦，我知道了，就是你女儿穿了个很漂亮衣服出去，爸爸怕她冷就把自己衣服给她穿上了，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衣服没了，她就哭了。 No 放弃了。要公布了吗？公布吧。周先生带女儿出去玩，然后他发现女儿的裤脚没卷好，他去给女儿拉裤脚，结果抬的时候抬用力把女儿摔倒了，结果女儿就哭了。周先生以前非常愿意给人家整理裤脚，就一定要那么整。整的时候，他把这个套的时候，女儿小嘛，重心不稳，直接女儿就摔倒了，然后女儿哭了。对。我们讲一个吧，我们亲身经历的。好。A， 肥熊在佛罗伦萨的加油站加油。C， 他吼我说。你坐在车上锁门不要下车，等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的事都是在加油站吗？不是。遇到了劫匪。是遇到劫匪了吗？方向是对的。
一句话就完了。你为了保护他肉搏了几个坏人。哎，你们的方向也太快了吧，给的。其实算是猜对了，对吧？要不完整一下那个故事，我觉得也知道。完整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准备要去佛罗伦萨机场飞去另外一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机场。然后呢，我们在登机之前，因为我们不是租车吗？租赁车要还车之前都要把油加满。然后我们就去加油站加油，我们车就忘了锁门。然后那个小偷就在我们按那个密码失败的时候就偷偷开门，把那个他的整个背包所有证件电脑重要的东西什么都没了。然后突然一下子他就说，哎，我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个苹果追踪器。然后就经过一个五个超级大的那种大垃圾桶，然后他就说你坐在车上不要下车什么的，就他很担心那个地方还有藏着什么人或者有什么危险之类的。结果就是没有，你打开第一个垃圾桶是空的，第二个垃圾桶打开背包就坐在那里，就在那个底，证件完全都在里面。他只拿了钱跟重要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拿走。但你们猜的也太快了。对，小明太聪明。不你要让我们如果让我们猜那个 GPS 可能我们猜不着，这真的打死都猜不到。 OK， 来金莎家来。好，开头是潇潇睡了，结局是潇潇哭了。好，中间你们猜。很久之前。这跟梦有关吗？对，我们晚上开的冷风睡觉，然后我就睡到那个时候，我就半梦半醒，我就觉得我身体零件我感觉要不行了，然后同时就做了这个梦。你梦到莎莎不要你了。哎，不对，梦见莎莎和那个男演员又拍吻戏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王什么？是吗？不是。在梦里，莎莎不喜欢吃你做的菜了。不对。跟莎莎的生老病死有关吗？对。死了。对。哦。他是醒来之后那个枕头都湿了。哦，就是枕头都湿光了。就证明他很爱你，不能失去你啊。OK， 我们回去，晚安，明天见。票集团。